刺激的，有时候人那种基本的精神会跑掉。会啊，管了就无得讲啊，你是咧。哎呀，所以这有一句话叫醉有阴气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哎呀，真的。好，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哈。我还没有，我还没去角质啊。他也有锁骨的。那你今天是来表演什么东西？我看看。我就是都没去角质，我真的都没去角质，因为我过敏不能去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脖子。好粗糙哦！不要这样，今天是拼妩媚的哦。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 party 了，那兔女郎啦。我跟你讲 ，cosplay。那你的部分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看到你的灵魂的表演。加西洋哦，灵魂拿出来表演。对啊。不是，那么逗嘞。那有没有？有时候跳到那种，看到真正的那舞者的灵魂。OK， 要看跳什么舞。我是最贴近观众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但是要看到你的灵魂，当然一定要闭起来，要关录音。不用，你要才看得到。什么戏码？戏码就是电子花车。好。组曲。柏林神奇搞笑的阿喜，既然挑战电子花车女郎，她究竟是有备而来，还是来乱的呢？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这个依然下着大雨的午后，你大奔他，大奔他，大奔他，大雨后你又在骗我了，总是这样。不想泪水被你看见，不想脆弱被你发现，说再见，再一遍。说一句良心话，怎么样？叫你练武功开播以来，阿喜表现最好的一次。好哇，那之前呢？但是我没有，这种感觉。哎，班长，我听个哈喜。不，这东西要有原因，要有理由。因为电子花车一度要连唱观音没，故意把它唱高音，高八度，然后又低下来，它确实有这种状况的发生。是歌接歌 key 不对，会有这种现象。对，会有这种现象，而且很自然的呈现，而且一贯的动作，弯转机会那个回家上面会发，点珠回家电管也发现个代志。嗯，但是我怎么感觉到那种气质，刚一插那个一唱落差就出来了。不是，因为你看那种哇，很漂亮的滑步。一挑起来，跟他在斗天。你有看过《闪亮三姐妹》的 MV 吗？有啊，人家就是这样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啊。还有大笨塔、大猪塔、大笨塔，那边就是这样。你要下水就下水，你要干嘛拖那么多人？这我们两个持不同的意见啊。来，全部人都跑走，弄。我签一下。来，我们两个不要投票啊，给三位男士来投票。好，来，三位男士认为艾雅表现好的最好的，请举手一票。这是真的呀？
你什么时候跑票？你刚刚跑了半票又回来，是不是？我是擦嘴唇。我怎么这样犹豫？没有来，好好 好，一票来。认为阿喜表现最好的，请举手。投我，投我，班长，班长，班长。哎，你为什么跑票？哎，什么？跑票？我不是因为猜拳猜输了吗？喂。OK， 英奇表现好的，请举手。电话又没要到。各一票。嗯，那我们两个意见不同，所以今天可以不分胜负。哎，哦，没有没有，但如果我们两个要投票的话，可以，哎，这很关键哦，就会有人，就会有其中两个人会多一票出来，哦，好不好？那要被打吗？我们先看看主任的票投给谁。哦，主任，三，主任，等一下，到底是艾雅、阿喜、英奇三个人谁表现最好？三二一，请投票。阿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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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轮到我了。哦哦，我觉得今天你要把票投给谁？请投票。笑脸这一班下课。讲的是卢哥桥事件，我爱泰国玉。南来北往只有我卢哥桥，我什么事情都能瞧。遇到困难你只要大声叫，我就会过来帮你瞧一瞧啊，瞧一瞧，瞧一个瞧又瞧。大家好，哪里讲天桥、路桥、奈何桥、大桥、小桥、卢哥桥，我就是哦专门咧桥代志的卢哥桥啦，无咧代志我袂当桥啦。黄瑞龙，你今日有代志要桥哦？我哦，阮同学自从来遮做卡面啊，上了后，规拢红起来，今日落大家拢捌伊，去买青菜，佫会使拍八折。哎呦，今天大家有福了，我今日哦做这行的哦，算是一个服务业，即摆已经来到泰国啊。来到泰国，我特别开了这家叫做 Kopun Ka 大饭店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整家饭店最厉害的是后面那个仓库，后面那个仓库叫做 Kopun Ka 仓 ，Kopun Ka 仓，到底 call 什么会喷什么？哦，我不太清楚。好，现在呢，来到这个泰国，泰国，我利用泰国这个国家哦。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的国家，所有的人呢对这个宗教呢非常的非常的虔诚，所以呢我打扮了开店，我先哦放一下音乐呗，老师 music 卡，哇，就甜美。昨天带团已经带了两三天了，我是为台湾来，为台湾来，哦，够甜的甜嘛，好，爱人客，现在我都把它放进去房间里面了，准备吼，要来休困啊，呼，哎，我要来困啊，不是，卢哥桥嘛，我知啊，我，太高，对啊，我看你行路，他要瞧什么物件，我跟你讲，我瞧，暗时啊，你有在打波浪。男人来到泰国，对啊，成人秀，哎，看成人秀，对，哦，他是虾呀，你有够内行的啦，我给你传点成人秀，赞 ，special， 哦，开始先，猛讲，快讲，其他人唔知，好，无人知啊，无人知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这阵够经典的啦，叫做班杰明的成长日记。等于讲这个人哦，多生出来时阵，伊就足老的啦。哦，安尼生出来就超老的啊，但好，阿玲愈大汉愈短，好愈少年。成人秀，他从哦，哦安尼老人变少年，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成人秀，真够好看。布莱德比特嘛，布莱德比特啊。
这电影我看过。你有看吗？另外成人的过程当中，嘿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另外就是那个翻译成台语也叫做转大人秀。转大人，不是这款成人秀。是啊，我猜查甫看还是要创啥啦？哦，阿玲啊，还、啊啊、是别讲大人变囡啊，大人变囡啊，大人变囡啊。哦，不是囡啊，成人秀，三十多岁。是啊，阿玲是大人变囡啊，就这种成人秀啊。你这成人秀啦，你不是这阿妈，你看他去困，那明仔六点要出发呢。无成人秀无要紧，阿玲。泰国语，泰国语，对对对，来我阿未说，来，准备足久，龙伯先生，龙伯先生，阿未说，谁在呢？都是未大汉啊，我咧传去说，三十几岁啊啦，三十几岁啊，那好经验一个啊，好，说说看会大汉未？确定的哦，嗯呢，我咧讲就来，真正来 ，music。结束一个人一块，一个人一块，洗澡的时候带着啊。嘿嘿，我来用哦。我勒，洗泰国浴还送礼物，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？广告之后，我们马上告诉你哦。